结果当时烧的他给生理。生理？他呆弄谁？你经过藐视草龟，偷下去，残留。是。秦王，哎呀，启奏万岁，臣领乃西王家系，心腹供奉，无疑是应罪将者，发去扫地。这将起来嘛，万岁与他唯有一面之缘呢。哦，臣领已应侯发笑，万岁有病。王妃虽轻用兵马，当以太子身世神经刀够冷宫的你，那谁哭的娘娘寂寥迷，娘娘的遭遇是口里太子神动恻隐心，好心将他斗去你，因为你此事做成快滚了下去啊！你有何妨啊？我倒也想听听你，谁知道东阳后烧冷宫里，他们军神同化的梦里，神灵因此谁凄厉神受负伤，到今天精神神灵放声笑，笑的是万岁终于受尽的神灵貌似。是什么啊？万岁是个有朝一日中了皇帝，定要为他洗清冤枉。他呆！你竟敢为妖妃废物！那是朕少年无知，同意伏击呀！哎呀，万岁，你乃是真命天子，君可有贤达。奴婢启奏万岁，当年西宫采药一事，乃是西王定武贴身书舍，后少人宫乃是天下大祸，肇事妖孽。你臣领妖妃赐户，莫非有什么法证采身？这又有什么神证采外？不平风阵。阿呀万岁，臣领化用器具，论罪当斩。兴亡登基，不可杀臣。那是臣你有不知，谁可以受审？不怪上令，迷他也死。故此宫门。莫非？李奴才，你想死了？哎呀，神灵，草字勾结，非是一计害。你还是快快逃命去吧。
家，不是仗势欺君，我大内不是非朝阳，更夸到出宫门去，欺心方当今。我跳从马车逃回娘娘，出名的小子为送花，有你死了的有娃娃，孤苦伶仃过年家，七年前我应聘倒在奴山下，碰着一个老妈妈，她是孤苦无靠好凄楚，我是贫贫交加没有呀，多亏她来照料我，可得叫声好妈，两个苦命才够家，相依为命够年家，对不够他经常爱里滴答，这位可来不失望，早呀哭呀呀哭，两只眼睛齐哭哈，幸亏我总娃一张他帮衬，我值得好费，好费帮得重新拿。快起来吧，你子我帮你烧了水粥，你快起来吃吧。妈，妈，妈，走，你走。
妈，走，烧好了，我帮你去盛啊。你知我新当新的饭，我的娘只好吃点粥。哎，妈，粥来了，哎，你快吃吧。哎呀，妈，你不要哭了，你哭了几年了，眼睛也哭瞎了，你以为是快点。吃吧，宋娃，还是你吃吧。我，哎呀，妈，我早就吃饱了。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吃，快点吃，哎，快点吃哦。哎呦，哎呦，哎呦，辰光不早了哟。哎呦，辰光不早了，辰光不早了。啥辰光不早？我又不去上班，过种地，辰光不早。哎，还是让我多睡几觉，多喝几升，多讨点粥汤，走来养魂。妈，宋娃，宋娃，真是个孝顺的儿。
走啊！兄弟宝宝，想着大宅之女悠悠作汤，可就一条生命啊！你快喝吧！哎，多谢了，卡姑啊，你快过楼去吧。啊。哎呦！这不懂了，要种的宝宝能费用在下在此稍稍片刻。你走，你走。哎，哎，卡姑啊，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城市。少小离乡，久居东京，避良神。东京，避良龙。娘哦，娘。
受生命伤身。心上人对我伤心哭一哭，心痛落忙不给你还是孤老去吧。姚宗的伯伯，谁下先问一公事。哎，像我憨爱报纸报不出，你啥要问谁？去到别处。谁下想当天一公事。一个什么人？一个富生，一个富生。请你家庄上去得亲，谁知一去腹中隐，从此不知死后生。他的名字叫李西风，清风宝宝口之心。娘娘，胜利！娘娘。
二妹啊！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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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带领娘娘，娘娘，三林啊，这样子是我那亲生儿子，当今皇上派你前来请我，这是三了三九年的亲生娘亲哦，你快说，你快讲啊！三林，怎么了？我也是被他们勾出了宫门。你这位老道士是的吗？受龙鼎神灵平时去的心我忘记当你冷宫请开云谁知他配身已有不知不留意非将谁身亲生煞非白王听声就细细要在老身里到府下讨成我命一条他谁是谁将你心要心皇宫送真灯娘娘
公公哦，公公公，哦，我呢是在一个娘，我的娘呢是在一个爷，哎，济公公公，啊，小弟下啊，我也跟你打，小弟下，小弟下，小弟下，走啊，哎妈，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样早啊？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感恩人纷纷如是。今天皇帝爸爸开恩，派了个包公包大人来我们深圳开仓放粮。哎，是开仓放粮。好话。哎呀娘娘。想他包本身那是他身上第一个大大的牵挂，你上次去工商定能申请你的与我哈，我的娘又是王家，想那两代皇帝都不能生育一个小小的包恩证又有何用呢？我的娘个与王我都打，哎呀娘娘，想那包本身只用上心谁知高升生定能申请这里吗？哟呵呵，妈，我听说个包大人本事都大，不得了，他能逆生阳世，阳生阴曹。妈，真个，宋娃，先为娘丧母之命，这是包大人以来，我已口他不清，正好告上你。哎呀，娘娘，你此时不去告状，后世谁能与你亲生儿子相信呐、啊？亲生儿子，妈，你有冤枉，理当告状。来叫儿子我上刑部报功，偷来见娘。妈，你放心，告状的事情谁报了我是娘。宋娃、啊，此物重大，只怕朝中无人呼应。娘娘放心，在奴婢立下孤位亲生，找那白衣王商议，告示了。娘个呀，你放心，这里有我。
身在府中来放粮，神马来至荒郊外。
人，我的娘年纪蛮大，相貌这名行动不便，能否请包大人亲自到我家去抱一趟？哎哎！谁的东西？哎呀，包大人，我的娘真是有天大地大的冤枉啊！白松啊，老夫你年貌高尚俊男，在亲自前往无恙一醉。包大人，我的娘为啥邀请你不鸣锣、不开道、不骑马、不坐轿？一步，一步，大呼呀！大胆反送啊！几次三番刁难老夫，分明是戏弄本官。来人，有，把他轰了下去。是。哎呀，冤枉啊！
人都到门口了，你再出去吧。去请他进来。哎，妈，来，我来陪你。宋娃，我还是去请他进来的好。快去，去。哦，我去，我去。我若再去说，要吃耳光了，我要。哎呦！包大人，我的娘说邀请你进窑相见。哎呦啊！老夫
父保真，上报社稷，下为黎民。报真，你口声听说，当你西宫采烟之时么？了知一二，这是遗害有望，以后再做。那西宫娘娘临盆采脂，收声音来，被人何去？后为妖精，礼貌不匹，后人之美，当今我台。好，后称有兄，斗堂过外，亲生儿子已在后村，谁知当今万岁。哦，那西宫娘娘你正是我告的才是当今万岁，宁杀周某，不忍亲生娘亲的不孝之子。有何凭证？只有西王御赐的龙凤玉佩才此。就是西宫娘娘，臣保证可以替娘娘千岁。包大人，哀家主你葬礼了啊！这。那国太高不动，跟那有谁少为故身当今，保证总有破天带，呀这是大宋之命，皇帝的一臣谁有龙虎给头上，呀这能再杀龙子一王孙，两朝天子是真龙，我岂能低下拜上
恰又有王三杨森，王公内有蛮漂亮，你像是五七八糟太恶心，娘啊娘，早知如此不告状，不就这不走孤身，这是我真龙天子下凡尘，天子他还不是我娘十月二娃太生，这是我天命不是为八姓，还不是当时太上无杀定，我哪有儿子生子为生子，一个不许走孤身，走孤身岂不是爷娘生，统统岂是你娘亲，三辈娘亲王八贼。娘，我们到彼此去无分，娘呀娘呀，
为王，无有人与金官等求胜局。龙一怒，来临阵，擒拿孤怀，生妙根。来人，有，将过外卧在押上堂来。是。咋家早起迟暮，你是怎样将一毛误了太子？咋家早起迟暮，什么礼貌不礼貌？咋家一概不住堂。今天你到了开封府大堂，外姑不招。莫说你这小小的开封府，谁知北水的又能拿咋家这么样？今天我这个小小的开封府，谁要生一生你这个大大的国都堂臣子？十字出狱太猖狂，金箍咆哮在公堂，趁来特去他一梦，再将银城来上榜。小开封府，我小侯爹爹呀呀声东荡。我太子下，起身。即旨，臣报朕即旨。乃是都当众顾各位，因李茂吾太子一物，杀令开封府审处。你今乃是三朝牛老，希望托孤主人，得令三相属下。一，要我各位不要死都当；二，要各位亲自招供，亲笔画押；三，不准用大印，不得有榜上。亲自御旨，臣领旨。包盒子，我看你能拿啥家这么硬。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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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位恶才押上监牢。是，不可撤，不可撤。Oh,
Thank you.
来到此地，还不快将一切罪孽从此招来？你要小人造些什么啊？皇帝赦免不得，所想李某五太子也是从此招来。这小人真是不知道啊！判官哪里？这么快去走？杀人灭口，谁都想当呀，好少难攻。哇，攻！一下子将国都当当着替老，外甥得这位李国太后，定要以假惩处。国太娘娘，这谁是万岁的谁语？
今日
妈，你当心啊。包大人去了不远都父亲父亲接望心想当天有无吃饭怕着怕这雷风声要杀贼、啊，弟兄啊！哎，认得过，认得过，认得过！哎，妈妈妈妈妈妈，有人来了，我们可以门生了。啊，小生看见弟兄、啊哎哎哎哎哎，非要帮你，非要帮你，今天不是你抽呀！恭喜小弟下，好喜小弟下，包大生一向乖，做大乖物，国太娘娘的愿望已经喜报圣亲啊！哎呀！妈妈妈娘听见了你的幽王已经喜报申请了。哎个包大人倒有点办法个。哎你怎么会跪在地上啊小生我也没有讲物。哦对不起对不起快点搞快点搞。吾王万岁要亲自驾临圣旨迎接国太千岁。啊哎呀妈妈妈妈你个王的儿子要来接你了我们这样不用数着朋友这样不用逃犯了哎你怎么跪在地上啊哦没有搞误啊好哎快点搞快点搞万岁的此地外有十余里路马上是要到了、啊、王的要来了哎呀啊弟兄啊万岁到此不用操心告我死哎卖卖you
个王的儿子来接你了。娘，左派儿外派儿子派亲儿大神王大神王的儿郎齐白玉用心you
国太千岁，众卿平身，谢千岁。他以佛爷我在世上，正要将他的国太王妃封号废去，必为世臣。你又是一个无情的君王！这气死我了！来呀！哎呀，国太千岁，万岁乃一国之君，当定谁当，又是王家的尊严呐、啊！哎，我大的才是王家的你，这是否？雷劈终有
同这女子恨，你是非功高本恩，你是我恩才一路问，为娘出高门不进，别以无意他恨。呀该应还不够，君臣之礼不可问，国太千岁臣礼娘娘，你是太岁的救命恩臣，有礼有义，臣领公公。
太阳把万岁等，呀，这是要他谁教训？请万岁特下黄龙宝。来呀，高升平，后天同庆。